小太监又到了，这小太监过来的比较早。这应该是做饭的小太监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人给谢峰做饭。天天一群人，做饭的伺候着他，倒水的伺候着他，修理花园的伺候着他，打理房间的伺候着他，还有他家老婆子也伺候着他，还有那个操他妈的这个司机还伺候着他。哎呀，这马夫。这马夫最牛逼了，天天操他妈，操接风他妈，哎呀，这还有经常换这个，有的是洋保安，有的是洋太监，应该就一个洋太监，嗯。